大会是一个平信徒的聚会，那牧师传道也参与在当中，我们一起来推动教会会友的事工。这一次我们的主题是守望时代，做主门徒，5个专题，还有3天晚上的培灵会。那关于这一个时间表都已经给大家了，我就不再重复啊。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这一次主题五讲的讲员是从新加坡来的，那你们可以看这边哈，袁庆炎牧师，新加坡圣约播道会主任牧师。